해봐라. 여기 하나, 오픈. 我来吧，我让你看看，鹏鹏，这个。哎呀，我来吧。这个。他要的是。我有。你看，这个姿势叫母女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我给你捏捏，我还行，我捏的挺好。我说我可不吃绿龙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你捏根儿根儿脚。平时你怎么实现这个事儿？久病成良医。 啊！我曾经特别想开一个，就是洗脚店，然后给别人按，因为我觉得给别人按疼。后来我想，为什么要我给别人按？你别管了，好吗？洗。